奎叔，阮爸伊的情形到底是安怎？因奈头壳痛到遮厉害啊！因爸爸哦，血压真高，我开一寡降血压的药互食，自然就改善。是讲杨董事长，以后处理代志，唔通太激动哦，无血压随时会压起来。哎，我伫这个生意场，加大这么久啊！今日去摘到三个砍头砍尾的臭小鸡仔手头，佮阿母讲了乌天暗地，哎，那想起这个代志，我就规巴肚火啦，头壳都开始疼，疼到呢。杨董事长，你讲的是替你提钱去帮助遐受伤的工人，那三个人是？你提钱送工人？夭寿啊！伊是抢我黄金，摕我的钱去报喜，你知无？刷落来，搁去找记者，四界咧宣扬讲，因家己是偌尼好、偌尼好的大神人啦。也毋过，这嘛袂当完全怪因啊。伊会去抢黄金，嘛是为着要帮助遐受伤的工人啊。那这样的意思讲，今日摕因家己的钱，还是讲去募款，那会使摕我的钱去报喜？世界上敢有这个人道理？抢黄金是应该唔对，也唔够应当处置。遐个工人会受伤，嘛是为着替你采矿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对因负起责任啊？刘平。那无员工替你拍拼，我相信你的事业也无可能做甲遮尼大。所以讲，咱平常时啊，落来徛喺员工的立场，替设想，替解决生活上的问题。安尼，员工才会当尽心尽力来替你拍拼，你的事业才会愈做愈大，公司愈来愈好。安尼，才会当继续经营落去，敢是？员工来我的公司上班，赚我的钱，出代志我会负责。跟他无赢无无输的啊！半年啊，啊，归期我就去开迄个救济医疗啊，何必来遮开公司做生意，替遐人赚钱啊？这个空间发生意外，原因你想清楚，你敢一点仔责任都不是？吃饭无了问题啊嘛？啊，亏叔啊，无猜你是医生呢，敢讲你都唔知空间啊？常常拢有出意外，这是常常有的代志啊。杨董事长，意外分两种，天灾是袂当避免，代志真好，咱会当事先预防，敢是？哦，即马你是伫教示我的对啊。我呢，归去啊，我拜你为师啊，你教。按照做生意都好啊，啊！